然后说乐队一来，我副团长，副团长，那个只有这个，我说靠，全部乐队只有这个，对，好吧，好吧，就开始。所以第一次 Final Countdown 的前奏是用唢呐吹的，只有唢呐，那一支最像了。哇，这一首是我当兵的时候，我当兵开演唱会啊，真的，义工会在金门义工会，然后有唱这个。太有年代感了。好，亮答案一二。太难了。Oh, every time you go away, you take a piece of me with you. 你把我一片一片带走。哎呦，对，你是披萨。不是，差不多。没有没有欺骗。然后那一年我在金门呐、啊，在金门呐、啊，我们全家都是就是很厉害。我在金门。嗯。我哥哥更远了。马祖哪里？我爸我哥哥在马祖那边。然后我爸爸是中华民国伞兵。啊哇。哦，金马奖都有了。他那个伞哦，他们的降落伞有没有？的伞都是自己缝的。哇，哦，自己的安全。好，比如说我这样举例好了，比如说，好，八大雄你要去跳伞，我帮你缝一个伞，你敢用吗？当然不敢。晚上睡不着了，吴宗宪，他帮我缝 ，OK 吗？帮我缝一个降落伞，我要哇，对不对？对，出歹气，交给自己啊。缝哦，每一个，他没有在睡觉。我缝到好仔细，连那看起来一点点啊都不行了，有啥？那个金门当兵，然后开演唱会，即将要退伍了嘛。第一首歌唱的就是那个 Europe 合唱的 Final Countdown。哦 ，L 倒数。喂，对，那因为我们前面要那个乐手要小喇叭嘛 ，trumpet， 然后就研究了，然后说乐队一来，我副团长，副团长那个。只有这个，我说，靠，全部乐队只有这个，对，好吧，好吧，就开始。所以第一次 Final Countdown 的前奏是用唢呐吹的，只有唢呐，那一支最像了。对啦，哒哒，好凶哦，哇，好有仪式感哦，很凶哎，而且融合了台湾的特色。Opening的歌，我看着天空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会不会不吉利？好，都答对了。Every time you go away， 来一起来演唱 ，Go。